即马来，咱搁接个即块，即马即样咧足无好听啦吼，安那无好讲。大非彼诸外道说有三缘合，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，过去未来现在有证无证相，从本以来生死相成，各相地转，自见各习气。作如是说，如是大非如此凡夫恶见可所思，啊，所思哈，都却下却迷醉无地梦境，一切地说安尼。在这段哈，伊讲以上在头前这段，就是外道妄立三缘合合，灵性自发的理论安尼。啊，这句话唔得。佛陀嘛有知影讲五蕴执着，嘛有可能生死六道轮回。啊，18界执着嘛是生死轮回，12日的执着嘛是生死轮回，6根执着嘛是生死轮回，啊，6处执着嘛是生死轮回。安尼这段都含这个话，都讲的是类似。不过人进来在讲，啊，佫有一个无私的梦想无，啊，这都差别啦。安尼看有无？看有无？啊？看有无？咱即马佛经的即个威胁啊，是讲，讲啊，佫有一个无加一个无数的妄想。啊，大陆来较近啊，只啊，毋过伊外道敢若讲即三安尼。好，啊，毋过即三毋是实的哦，即三是空哦。会记住呐，我阮嘛空。12日嘛空，18界嘛空啊！哦，这样问题的，这个要注意一点的差别。所以这段文就是说明依此理论所生起的应用方法安尼。好、哦，但第一切拢是由这三项生起的。但是即马头前讲过呢，彼此外都说有三面合合。好、哦，有这三面的合合。由因生果所作的方便，啊，当然是三面合合作业，生果所作方便说，但即由三面而生起五因，哈、哦，啊，6处6界因果的自相，啊，梦想有过去、有未来、有现在的三世法，啊，这个像类似是对哦，那是以世间来讲，一六道轮回，就是有过去、有未来、有现在。不过这不是真实的，吼、哦，这个三世因果这不是事实的。即马记好，即来看看真啊，这个不是事实。但从世间话大家看是实，不过实而非实。即马这点你来先注意好，因为这内底的，伊即马重点是这无数妄想甲造业来，啊，不过这个实而非实。所以五音皆空非实，啊六界皆空非实，12处皆空非实安尼。好、哦，即马即点要作注意即个问题哈。所以以为有证的法是将无证而生起的法相安尼，以为今仔日有种种的因是由无证的大自然生起，所有的即个诸法安尼。好、哦，啊个即个问题是讲，比如讲无证而生诸法。这都亲像基督教的创造理论讲意思啊，安尼这个无对。啊，创造理论那讲上帝创造，啊，佮出世了，佮佮变成有一个五体造业，佮佮有生生死死，这个基督教佮讲无对。啊，所以这个上帝理论吼、啊、是不断的讲啥呢？讲。一切一切，自古至今，拢都是上帝创造安尼。啊，即马我即马甲想讲，啊，即马上帝敢无看到这伊创造这人，伫只个台甲老火老地嘛？啊，到底伊是慈悲还是无慈悲？煞无看到足侪贫穷个国家，迄囡仔捡粪扫去食嘛？迄上帝囝呢？伊创造呢？啊，佮是安那放伊去捡粪扫去食？所以这点理论是简单想着应该当推翻过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这是大自然家己生出来，跟那开安尼。不过唔嘛唔是呢，
代主人家己生，不过即马是父亲，父亲的精子甲母亲卵子呢？哦，即个嘛是未相通安尼。哦，做进来底下，技术是去说明，下个起因是回溯甲源流是从本以来，哈、哦，就是无数以来哈、哦，这个老祖宗的教理，哈、哦，就是因在讲的，这就是过去在外道的老，进前诶，即款讲即个理论诶人，啊，阵传出来呢，传出来，所以成书相成之来，哦，即、這个就是由外道诶老祖，就是讲伊诶关系，创造即种理论诶人，哦，啊，甲观诶初心，因所感觉诶，所观照迄个心是初心，是初路想一下，啊，着做标准安尼。安尼是袂使，就所以来在讲心思想推论而成诶。心思是讲初心甲细心甲推论出来，甲讲出即个五音六界六处十二入十八界，即个是即款发出来。哈、哦，所以即个是外道老祖自己诶恶见安尼过犯诶习气而来。所以現在這段是在破他們在不對的、哦、這叫做惡見，惡見自然有過失到這個十幾日來，所以故作如是之本、哦、無事、啊、有瞎算沒講到原始、啊、說出這種瞎算出來、啊、這無事的瞎算剛才頂的頭前這個、哦、這個三分呢，这个附带唯识中一种是计讲识之升起，需要三面合合，这是对，是现即嘛哦。那是根不坏，根现前，作为升起，就爱搁加一个无数的妄识安尼。不过因无讲到这个，啊，所以这个唯识较得个推翻，这个讲有一个无数的妄识，无数的妄识哦。这个在经典中是讲安尼哈，比如讲佛道无恼佛性，众生无恼佛性。但是咱的佛性无数以来，都像金的矿山。啊，金的矿山内底呢，就一定要从这个矿山净土金啊，开始浮现安尼。所以，这个对咱人的无数以来，这个发心体都十，这个蒙蔽都十七的意思。哦，安尼，这个都含以这个所在去讲的，哦，故作如是之本无数都即有。无数道这个三缘合合成就初心甲初境安尼，拢无含迄个关系，无相关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最后甲结算，这个就是无起的凡夫。注意啊、哦，无起凡夫恶见所吞噬的，啊叫做邪结迷罪。即马可以讲啊，这叫做色见。阿南佛陀讲的这个叫做地见，啊，但是因使用这个动作，因是一切地算，安尼嘛唔对，所以这个话都无地妄清，因的所说的一切地啊所讲出来，这是用几种上的叫做几种叫做实践的推论呀。好、哦，以大乘来讲，佛陀讲的怎么来啊？佛陀有讲到五音。有讲到六处，讲到六根，啊五音，即、这个六处甲六根甲外境，哈、哦，啊行前十八界，即三面合合是方便说的，唔是实数，是方便说。好、哦，即马即个都无讲，啊，不过伊即个话都无起凡夫恶见所是，即是第三呢，比如讲咱人的肉吼。哦有种糖，啊对吧？第二只、第二只，这个叫做死啊！哦，所以我那是叫做种邪气，啊个迷罪安尼。哦，安怎样？有讲到这个，但是会记着咯。这是佛陀方便说，五音皆非属性，六处嘛是非属性啊。啊，搁再讲十八界嘛，唔是属性，是方便说的。无唔对了，佛经有在冥想。不过这是佛陀方便说，诸法的方便说安尼，哈、哦，
也给钱啊，这段是差不多解说是安尼尔。啊，所以即马等去哦，恁来阁看，即二个头壳色、头壳色、头壳色，阁看几遍啊？看佛陀的法器、佛经的法器，含外道当时即个外道所讲的差别伫对只，也给钱。即、这个即马阁讲只五音六字一百个，即个毋是属于是佛陀方便说，毋过因外道认为三缘和合的，即个是因的。因为这个老祖宗的智慧说安尼，反倒真大差别哈。即马搁再看哈，即马要甲讲十八界，这个是空。哦，将来这段时我注意一点问题：大慧若福诸依沙门婆罗门，见离诸性，普闻慧论，勤达波舍。无生烦厌，罪我极妄，累我心现妄想，无是虚伪，不离自心。妄想因缘灭尽，离妄想说所说，观所观，受用建立心之众生，有色境界摄受，及摄受者不相应，无所有境界离生住处。自心起随入分别，即马这段佛陀就是要破迄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入，伊讲这段就显示佛陀的正见加正观，因为海物件拢虚假，五音也虚假，十八界虚假，十二入也虚假，六处拢虚假，所以这个身躯六根虚假，咱大地这六根境也虚假，所以今来在讲，哈。这个个大乘的圣贤了达外境啦，吼，比如讲五蕴心的五蕴感受，啊，甲六境六尘，这叫做唯识所现，对咱人迄个相分变出来，这个身躯是相分变的，就是六道轮回那相分变，啊、哦，世间的所有，无论是苦是乐，拢是业识所变啊呢。这是虚幻，所以现在就讲如幻非实啊，不是实在。哈、哦，这么这点要注意一下，不是实在，就是不是实在。因为虚幻多变，所以现在的下当见到一切法，哈、哦，令见一切法，就心灭中明无相而离诸相啊呢。你哪一当看到一切法哦，伊的生灭，哈、哦，你当彻底呢了解这诸法。是无相性，伊即块无相性，伊是无固定性安尼，无固定性就虚幻多变嘛。譬如讲像浮云，浮云咱去看有阵啊，迄、那个秋风个气，还是大风哦，迄云计飞足紧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一过个白云冲高嘛，吼、哦，搁再讲亲像飞轮，安怎叫做飞轮？现在我们用一支大支香，这样的烟香是一点而已，啊，你把它转得快的，转得快的吼，是不是变一个口啊？这叫做回轮。啊，这口啊真的假？真的假？假。这个转这个口啊是假，所以我们今天这种先不知道说，大地所有的是非得失，拢总假的。吼、哦，啊！这个、空中的云来飞过，所以较早有讲一句讲，白云冲高安尼。迄云个变吼，连会变到一个真景水甲，啊，那像一只动物。不过这变者个无去啊，个无讲去啊，安尼。因为空气这个飞过，风个飞过，这个云就多变啦。连会接到一足高的，不过飞一个个无去啊。哦、所以孔武祖讲：“富贵以无我，诸乎魂。哦”这是孔武祖讲的，说唔能执着，唔能执着，等我单边安怎？恁都有迄个福报啊。比如讲，有个人有得福报嘛，啊，恁若搁执着歹哦，都不对啊。比如讲，你今仔有世间债，安尼有福报，你就下记在世间债，所以建立你未来正常人。好、哦，唔通搁贪着落去，安尼对咱个人来讲是一大损害。因为这个福报是你正在经营，
今生靠这福报，啊，你这福报你搁免用，哎呀，你搁甲浪费掉去，无少可能，真紧就无个，所以这宿舍生意人有计趁钱就开，啊，怎啊开到到尾呢？哎呀，事业倒落，吼、哦，伊无少事业倒，这是事实代志。所以亲像火轮，啊，搁亲像扑魂，搁亲像海气吞老。海之吞老是啥物呢？迄个天达波，伊从即个海自这边甲看去，改成遐一个都市，后烟塘，后工厂，后啥物安尼？啊，经过几分钟了，是无？迄个叫做天达波城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另外一个名称用成语讲叫做海之，伫海中浮现起来一个都市。吼、哦，所以前是即个都市吼，我甲你讲，有哪叫做街上？在那本那个八大人格经吼，书在二十几年前有看到一块资料，就是这意大利那个什么城，那个叫什么？庞贝城。那个庞贝城里面吼，经过那是两千几年前了，没久哦，经过这大地震都陷了了，到尾二三十年前人去把它挖出来。迄、那个条啊，徛咧啊，关在较老咧，内底人拢从硬化，先有一个石头啊，后走的，后趴的，后迄个屈的。我伫较早咧，迄个八大人格经，我都采取迄个图解因为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这个图是咧讲遮悬，本来原在会安尼，啊，做这图是会安尼，到底人要死偌济，唔知影。所以市中心吼足严重的，那将来要死也足严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的飞机升顶，迄个个日本的公道，死十几万。第二遍搁在顶这个中介一款，但迄粒原子弹顶了无啥对较靠近海边啊，所以那死五万几人。啊，正这个日美国总啊放掉，讲你若是无要投降，要甲你。要家己订东京安尼，啊，东京住日航大个所在，一直伫咧东京哩，所以不得已日本较投降。你到底我甲你讲，我那是，那是骨头，这肚子陷落，骨头无烂去，两日吼要清出来，可能人拢变石头啊。因为庞贝城吼，庞贝城是两千年，经过两千年，清个都拢变，哎，人拢变石头。所以讲，这是大地是咱人的心识所创造出来。哈、哦，搁再另外一个问题，以咱看过这段历史吼，庞贝城这段历史，啊，唔过啊，搁有真侪这个冰冻时期，啊，甲这个洪水时代，最近搁一个在对一个所在，伫个冰下、冰战下，伊挖到一个人，迄人无烂，迄人无烂，这个是一个月外前才看到新闻的。哦、所以这个众生的共业的业报，那是已经尽期啊，这代志会发生。好、哦，那是讲未尽啦，哈，未尽当然是未发生嘛。这是看众生的业。所以这么要跟咱讲啊，这个世间当中是虚幻，多亲像海市吞楼，就是见达波城安尼讲意思。知影无？哈、哦，所以这么来，一切法是无生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有在人类才侪已经六十亿啊，安尼唔就有人嘛？啊，佫在一世界拢文明，都市拢建立迄个百几层的这个大楼，安尼来甲讲哦，其实这是衍生的，事实是无生的，这人嘛是衍生的啊，有是非有，即马记一句话叫好，对业力生嘛。就是内底相分生出咱人的六根出来，甲咱人一生的这个病苦啦、吼、贫穷苦报、因缘未顺的这个问题，顺甲无顺，拢是因缘生，吼、哦，拢因缘生，实在是无实在，所以这个叫做一切法无生。所以伊啊、哦，虽然有生，但是无固定性安尼。不固定，因为多变嘛，是业色生嘛。
啊，业色生就无固定性，就讲今仔日做人，后出是毋知要变做啥，毋知影。恁那个知影啦吼？这两个挺好啊。我才要跟恁讲啊，这前日办唔着讲过，敢无？不过这个心都变咯。你来家己控制哈，无是足麻烦咯、哦，将来是心是分，得个记这个，咱含佛陀当顶的这个发心，你记好哈。但是下面这三项，是心是鬼，是心是贴，是心是魔，这记的这阿难也行。内底所有的重色精致，所以咱两个起心动念，那是直心，叫做正直心，还是叫做还是平等心，这个呢，对和尚跟咱讲，这个心叫做是心是佛。咱看无，佛心唔靠安尼啊！我说恁这么多衡量，你的起心动念到底是想什么东西？啊，那告诉讲你今仔日哦，起心动念是迄个鬼心，处处要欺骗甲奸诈，迄叫做贪欲心，就是鬼心。我说你家己想，啊，是你伫群体中，你家己一个人安尼奇奇怪怪。其实他们都要考虑啊，吼，也是讲无始无明，你的心就变畜生心啊，吼。啊，那假如讲今仔日吼，你搁较严重的话吼，可能就魔的心，你也知影吼，这是对家造作啊，对家妄别造作。啊，你家己衡量，你每天都计较去计较伊啥物？安看好无？啊，一个杜姑，无啊，看无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杜姑哈，好好，安尼个对吼、哦。啊，怎样呢？啊，你即马你得爱怎？你今仔日未来，你讲我未来是要幸福的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就是讲有一个正直心，甲平等心，看大地一切众生拢平等平等，哈、哦。啊，看大地一切众生，拢总有那是佛安尼。这点你就是佛心给变了。啊，你今仔告诉讲，原在过去的迄歹样就对啦。讲话安尼三公六客，啊，就特别得要讲风气。所以你要安怎啊？一个叫你后出是无又变得贵嘛，安尼尔嘛。在团体中，还是在这个社会中，你的做法就是危害国家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摆只这是心是地干嘛？啊，这嘛，这个真正危害国家是足严重的严重。哈、哦，国家要安怎？注意，今日被亡啊！所以这几个贪毒的人吼、哦，这叫做鬼。啊，鬼了有可能升到地噶。落地甲较阁变贵，变较阁变精神呢，迄毋知要几万件嘛，吼、哦！你看安尼，迄个脚的即款脚炉啊，
你看是安尼不停的人死偌济啊？啊，这嘛是国家政策无对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要甲咱讲，这个心吼，这个心会多变啊。所以咱人的心嘛是像啥？即马你搁再讲一句较真哦，反正你嘛控制袂掉。你今仔日听经哦，你长久的一个境界，我讲你得变清明了个哦，我不骗你哦。你家己想法，你去受气的当下，你个照镜看啥物？是不是野龙啊？呢？所以你无注意，真正会对了。所以咱要解脱，是对心地变起呢，对这污染的先净化呢，将来佮变作智慧、佮修行、发心的整体呢。爱注意这点哦，一定爱明理，哈、啊，安尼叫做救度众生的波罗蜜啊。吼、哦！啊，你今仔日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修身养性啊，那无你袂当达到叫做波罗蜜啊，无可能。吼、哦！啊，你将来毋是你个人的波罗蜜哦，你得要度无量众生，同证觉缘啊，离开苦海，同证觉缘。吼、哦！安尼叫做众生同波罗蜜，安尼开始呢，就对这个福地求心。吼、哦！所以今仔日甲咱讲，迄、那个生是无自性哦，但如果那是离开因缘，伊未生安尼，这个是离缘不生。好、哦，离缘不生，同你今仔日若无中阴身，好、哦，就是无这个业界经济，你就无轮回意思啊。不过你有轮回意思，无嘛就爱有迄个有缘的爸母，啊，你来受生啊。好、哦，所以离缘是不生了哈，离缘不生，所以他讲叫做如幻。这幻就是如梦幻泡影，啊，这永远，永远就啥？咱赛车的人伫路顶甲看，安尼路中甲像安尼一水汽安尼浮，迄、那个叫做永远。事实是像永远，嘛亲像水与中过，啊嘛亲像梦嘛。啊，这梦我咧讲哦，咱人是活在梦中呢。恁家己可能无感觉，你讲你暗只困诶叫做做梦。迄叫做梦中梦，啊，今仔是活伫梦境的，所以咱人伫梦中哦，足济真无合理的拢浮现。不过今仔日你伫即个现实，人生如梦，即嘛足济无合理的变都变啊。有阵一人，你若火气伤大，梦来梦去，梦到一大堆，迄个无营养的梦到一大堆，会袂？袂吗？哈、啊？会袂啦，我甲你讲，输足个梦，但是性是伫梦吼，性人那会，性人是无这个啥啦，无这个个啥物，迄个个，安尼无应用的这个希望没有，吼、哦，今日是众生界梦，所以空无主想念就讲，就梦起就讲出来，你知无？叫做。啊，到尾孔夫子因为迄个礼教嘅代志，到伊断了，伊就讲：我不修建周公，安尼，无过去梦到周公啊。因为孔夫子自称是儒家道统嘅继承者嘛，吼、哦，尧舜之道来到通王文王，啊，甲周公来孔子，孔子来甲明子，安尼来都无去。这儒家道统嘅，但我即马甲追讲，你爱彻底落去修改家己。哦，彻底去修改这垃圾物件，这是无数以来都这个顾念嘛。啊，顾念做心结就是啥？是心是鬼，是心是贴，是心是魔。安尼，个咧做咧，做咧，你当然你着轮回不断安尼。哦，真来得较讲呢哈。所以事实讲，这现境哦，像水中月，亲像梦，一切内心外境，拢总是由心所现的，叫做。心生法生，相由心生。这两句话知影无？知嘛吼？应该记得掉。这个诸境相，拢总是由咱人迄个妄心所生出来。虽然讲安尼浮现，你若甲当作是幻想，安尼你就无搁再生去妄妄想，搁再作业。啊，你若从大地所为，你甲当作真诶，你会去清楚啊？自私心诶清楚，我即马甲恁讲啊。爸母放一间厝，
啊五六个囝，为着要争取迄间厝，啊老爸都忽然间拢死去啊，无遗嘱出来，啊将兄弟冤家相抬，哈、啊。啊，将来有个人讲，啊，都财产由大兄继承，佮大孙啊继承，唔过囡仔唔管理，嘛开始烧台啊。注意，迄叫做不中用的子孙啊。那是中用子孙啊吼，伊量大，啊，即间啦，甚物人无事当大，互伊去大，咱家己一当都拍拼咧。迄个款子孙是较正常的人，啊，若无正常的人吼，都浪流连连播。啊，老爸老母一出啦，手尾仔钱，伊就要占较有，吼、哦，迄叫做无正常的囝就对了。敢知影？恁过去敢捌为着这代志含东西冤家？啊？安尼恁拢正常的哈？哦、真正拢正常。啊，恁在南疆呢？兄弟捌冤唔捌？啊？那恁有结婚的，恁都不正常，就是人道没有正常的人道，听吼。这是家己足离谱呢，你敢知？因为人的心啊，像大地的心量呢。啊，恁啊安尼吼，恁伊那都无必要骗伊啦。啊，恁有个人搁在讲，嗯，啊，都我未烧钱，啊，都唔过我某要爱啊。啊，听迄个乌头毛、乌头长啊的问题，啊，咁就即句话哈。啊，迄恁就是无正常，我咧讲真咧，了解无？人都是以兴宽地富，兴宽地入嘛。那我论的这就这条，兄弟心爱听，做兄心爱量大，小弟爱尊重。啊，恁若讲差别到一点仔代志，唉，我跟你讲啊，恁是真哪，到哪精神啊啦？那一个猪的小肠吃呢，小肠，吼、哦，迄个叫做是心是畜生啊啦。啊，做进来在甲咱讲哦，你若是自从这个世间的一切经、一切事，你甲当作真呢，你难免生起自私心，都含面大、含面弯安尼，啊，都起小过。啊，都看到迄个家己啊，对安尼。六个姊妹啊，各因老母，就是因伊一块放西地啊，叫因电锯叫因小弟啊去安尼，迄是不成人啦，就是讲无亲像人开安尼，就各因妈妈啊，这么伫出庭出来出来了，你看其中一个就对妈妈甲敲倒了，这三四年前的代志，迄敢是人？迄是人啦，是欠二病，是良是人，啊敢听有？迄真正是人。唔是顶天立地的人，哈、哦，迄无人性啦，就是人性已经埋没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恁这款的人是将来无福报，因为天未甲你感通，因为天是代表光明，啊，地是代表心量，啊，你假心地无光明，天未感通，天地两行的灵气哦，未甲你照耀安尼。佛祖咪嘛袂甲你放光啊，菩萨嘛护法嘛袂甲你顾哈，主要注意这点。但即马一切内心甲外境拢都是由心所现的，即句话记好。啊，你若如刻薄，我咧讲你的心如恶；啊，你若心如量如大，你的世间福报如大；啊，你若当达到三轮体空，该做去做，你将来是菩萨，才成就佛陀安。这点甲你先讲好。啊！若过去都已经攀心长了，下心长啦。人讲下甲像个鸡啊，长少啊多。吼、哦，安尼恁即马在改变啦，无恁从来都无好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得讲，以故无数以来梦想虚伪而现的。那是讲即个境啦，吼、哦，是为心所现的，以无数以来梦想虚伪而现，不离乃也自心所生的。拢总是一点先算，再物件先，啊、哦。啊！你若讲你将来要成佛咯，就爱对这生，因为咱发心就大智慧。啊，大智慧对对来，大智慧就对文殊修来，啊，甲现出未来即、这个佛尊的三十二相。佛尊的三十二相是无量功德所成的，你知无？布施有哪有足侪功德？伫内底，
世界有足侪功德，吼、哦，忍辱也有功德，足侪功德哦。安尼积成三十二相，甲八十种随行好。啊，你若再拢总袂晓，都无达到婆罗蜜的定彼岸，当然你要现出佛心无可能。哦，啊，恁都加长招，都逐项计较，哪有可能？这是敢那就精神修行啊，嘛那就贵啊。啊，就设计请律师来告小弟，啊，小弟告也告。哈、哦，就是啥，助兄弟自己相残嘛，这样是不对的啦。啊、哦，写好的人安尼不对哈，迄社会这么是作者安尼啊，这么进来底下讲安尼，不离乃也自心所生，所以令作如是观意，你得知讲，这因缘所生是幻境，哈、哦，爱离梦想，哈、哦，啊，自。思想是由心所现的，安尼，啊个不离安尼，啊就你若会当照那个观察了，安尼，你可能会当断尽梦想个因。我咧讲啦，真真正正有志气的人吼，无计想爸母的手尾仔钱。即句话应该是社会上有人个讲，敢捌听到？讲若有志气的查甫人。讲我就是人死多，啊，这就无话，一兄弟要分你家己去分分的，啊，咱家己翁仔某出来去做打拼，这叫做有志气的人，这将来必定有大福。啊，若一出来要淡仔乞，要多钱哦，你心量真嘞，将来福报差不多，你有通食，哪枵哪饿安尼尔。我敢甲恁断定，十分之十一定安尼，啊。我即马甲恁讲，有足侪女将，啊个女将啦吼，伊即马加一寡金器，第一就是因大家放落，啊第二就是伊家己的东西的嫁妆，即马拢无用，拢客出来。讲说，我只看家只已经讲几年都几年，我才无用，我将奉献，何事去做大主播电话呢？吼、哦！安尼了到底，当然这善念搁在无助三轮体空，这对幸福的助缘啦，这必然的。啊，一个女将啊，较趣味吼，伊讲输啊，事实讲我呐贪心贪心啦吼。啊，知影吼，我知影讲足侪人吼，拢献出伊的金钱出来，但我今麦才唔敢提出来。我有个想讲，我要留予阮查囝呢，安尼嘛是正常啦哈。老母的物件留予查囝正常，不过想想无通。我查囝若福报伊家己去买，我再要来证弥勒菩萨的这因安尼。哈，伊个讲伊有贪着，就是因为伊唔是讲爱这物件，伊讲要留咧予因查囝做嫁妆。好，安尼嘛是小上有一点啊迷失的错误，不过伊是。出了点是这个爱查某囝，把只要嫁吼，较澎湃一点安尼。啊，我你讲哦，这唔免想遮济。恁查囝若去嫁着一个不良的吼，我甲你讲，恁囝婿就甲你开了去。我甲你讲，第两个就了去啦。第两个咁，迄跋大脚的吼，输甲无安尼，即嘛等于，迄趟输甲交交开。啊，客来甲第两下就了去。啊，你来第一等较多都无福报，就开着着这款问题嘛。有诶，爸母留了囝，囝一男甲输了了，偌济几千万，一男拢甲牵入去。老爸老母经营出来所。接这个钱，自然就开了了。佮连工厂所有观众都佮跌落，又佮了去，听无？钱也了去，工厂拢了去。啊，你若出对了囝吼，可能你这钱就是安怎来，就是有那乌心肝乌来。今日开出对了囝，佮你佮互你，互人别人佮乌去安尼。哦，所以这个囝吼，家庭囝也是囡仔含咱的缘。拢总是心所现，一句无数伊个梦想虚伪一切呢，所以这个不离阿难，也是自心所生，
会当做习惯，按着一定要断尽妄想的这因缘。安怎吼？世间的因缘吼，拢总是妄想的。你唔通讲你今仔去听囝，把只囝一定要甲你侍奉，你免想。我甲你讲真，唔是讲大家拢免想啦吼。父子亲啊，母女亲，本来是因缘。啊，若无吼，你今仔听，伊到尾背你，这是你过去欠的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一定爱断尽妄想的有离妄想的分别。因为咱人的心思动念拢总是妄想，啊，着分别计较，一定爱出爱分离。吼、哦，安尼较会当讲所说灵观。灵观是啥物人灵观？就五灵观啊，所观的境，拢总是一切是空寂性的，是有而非有，叫做空寂，生无实体，安尼叫做空寂。安、啊、了解吼，所以这个进入起信论讲的，理说无有，灵说所说，哎、欸，虽说无有，灵说说，虽然你有给讲，吼、哦，逐项你也给讲给讲，但是事实。无迄个有理能说的实体，嘛无迄个所说的实体安尼。这是文字短暂应用，吼、哦，啥物是实的？无，拢讲一切缘起本空。看好啊吼、哦，所以即个的理念无有能念所念。譬如讲，你若是随念啦吼，随念，无迄个能念甲所念，会即个外境安尼。我甲你讲真诶啊，即点爱看，看。对世间来看来看，啊，未来今仔日较落实未来的这个解脱道安尼，啊，今日观察六根受用六尘，乃至所住的气世界，皆由众色所而有的。你怎个进一步去观察你的六根，算是众色生嘛？就人道政治生出来嘛？啊，你的六根假使是受道啊，当然你会生四脚落地啊。啊、哦，这叫做六根，伊是要修养六尘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乃至所住的这气世间，拢总是众色所有。六根六尘，拢总是众色而生安尼。啊、哦，你来甲观灵观，那个所观灵观是五心，去甲好好思维观照。啊，但是所观的是境，看对象是真呢。啊，即马咱若捐出是真诶希望，比如讲今日我即个身躯嘛假啊，啊即假我即段时间来用照用，啊照用我要创，我用要创啊，用我今仔日今生诶即个平生之志安，看会当完成较高深、较高大未？吼、哦，不要安尼念嘛吼、哦，所以即内底较讲，对于众色所生地那个分别事实境界。第六众色所生，就到这个分别性嘛，对第六色意识，哈、哦，去分别色的这境啊，无论是灵力、灵力修甲所力修，灵力修就是我，所力修就是境，该灵下力啊。我跟你讲，练下你都亲像都爱下，平常心过刚就好，平常心就好。啊，那无，你若执着心哦，囡仔若违背你吼，你就气死啊！我无骗你，你的囡仔未来变安怎？唔知是你的债主，吼、哦、是欠你，还是你欠伊？今生今世绝对不冤。吼、哦，这点是上为心生，按了解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该灵下你，你保持种平常心，啊，得甲培养好伊，上较好培养好伊自律去。明道德，哦，这点是咱做爸母的人一定爱甲教育安尼较对。安尼，若讲随在，我你讲，别只你有苦，绝对有苦受。或者你拢会当说你不无名义所分的这个经济上有，名义所分的经济，就是啥还歹物件。你今仔变出一个发心，都由文书修，就会当成就一个政治心甲平等心，你一定爱照安尼行。啊！你绝对袂少，这边这边混沌的这边，甲你吸引去。好、哦，所以进来底吼，好、哦、不如名义，名义就是世间的名。啊，你嘛含在经济，因为名义就是说，就是这个啥，
精气所分出来这个物件嘛，就是六丁经的在有思想的、有代志的，唔系含在上面。啊，达到无所有的境界，无所有境界讲，譬如讲你今仔日都见悟到，过都别急切，见悟到都过别急切，千万卖个执着爱。人生的这款不幸还是幸的，但是拢都卖执，就是讲当作过眼的云烟啊。好、哦，那是头前去讲的呀，如浮云，如飞轮，如千达波城安尼，安尼达到无所有境界菩萨，甲离去心中所现的。好、哦，譬如讲你今仔日，咱讲一句实在，你今仔拿来来写做菩萨，你应该到这个境界，心中所现的拢爱离去。但你今仔算是个凡夫，无着这款道理，甲咱教安尼，你有哪袂使执着？你今仔日心中所现，无论好，无论歹，吼好啊好，歹嘛好啊，拢爱注意这点好，我就会当加进我功德；那歹呢，我会当互我坚强到这个，卖为着这个生活富有这个烦恼嘛，拢总会使者。所以了解伊本来吼好啊，就生住灭相，歹后生住灭相。吼、哦，有啦，你好是有这因缘生嘛。唔过执着住一段时间，伊就阁变安尼，叫做生住灭的这个相，拢会发现着。啊，个五执住心所现，会记住咯。啊，个随时分别的这个妙观出地安尼，随时分别讲，譬如讲境已经现出来，到底这个物件你个所谓者，安静安静个所谓者，不论是好分别一个，这嘛是缘起；不论今仔个那困境嘛是缘起。哦，你也知影，困境也是因缘所生，好境也是因缘所生。你分别好啥，你开始当得到妙观察的第六分别色，无执着外境境上世间事，啊，你个成就一个叫做妙观察的。哦，这点你来知影，这个道理吼、哦、是非常重要。这代志这段，有生物件是幻想的，哈、哦，会记住咯。无论好还是歹，拢幻想。头前讲像部分。哎，其实这拢是分，安尼分背一个阿贵，啊，你那只啊，甲你蒙白，蒙白你得到好啊，得到歹，这个分较紧落过，过了，你这个明朗，而且个发心较安住会掉。啊，你那个执着嘞，等于这个分加日准掉底啊。啊，那像这个分加贵准掉嘞，安尼你地位绝对袂使，就光明的这个相袂透露出来。哦，环境好不要紧，好我就好的打算，不要吃，因为你福报概念过去因果都已经有，有你就有嘛，啊，我就在正常未来这个福德因缘，啊，如果没有你就安稳守戒，累积研究修改礼佛忏悔，啊，将来也是成道啊，哦，有的作用，啊，你不能接到那些东西，啊，如果没有就没有嘛，没有我就吃苦过。书嘛，甲恁讲过，即前礼拜，你若讲今仔日都真正落魄甲连饭要食都无通，无啥有啊？你搁较刻苦一点，刻苦一点就是甲你讲，你甲剩一寡十块、二十块嘛，不要紧，起来甲落入迄个功德箱。讲我这十块是要为阮啥物人，完成菩提心、完结弥勒愿，甲落个十块就好，一百块买单啊，都真正刻苦哦。所以我現在跟你接一個事情，新的有一個女眾，有一天，欸，沒有，吃吃吃，他是很少來去聽經，現在沒在這，我知道，新婦和他，吼，和他，和他後生不是去打，大家關係就沒頭路，大家連大家都給他打出來了，現在這個老婆來這，拿一千塊要給他后生甲新妇点点好好好安尼，啊，这样就点嘛，哦，夫妻缘结合。但经过差不多几个月后，佫再摕一千块来，写十个名。师父，我今仔日大是人，无钱给我大，水电也人家出来，我都已经离开阮后生甲阮新妇迄个家庭啊。不过拢总起来，我即个后生族亲来后生。拢总一年无好，都大家拢病苦，
有人哪有钱花，有人哪无钱花，来拢真少上啊。但我即马累积，食出呢一千块，写十个名出来，十个名我再要加，我再一千块，一个人一百块，我要加，我再子孙啊结连啊，好遐弥勒菩萨结连。听到心会酸，但是伊都有哪要甲做，吼、哦，往生的爸母甲做，听无？往生的爸母甲做，今仔日含你有直属关系，你若会当甲做，安尼你就一个健康，好，伊会当未来，总共好你袂当往生到处净土，绝对有哪当富量和尚，因为当时布地和尚得有一文钱，俺都要含伊结连啦，所以你唔通讲你个人。解脱到你爱家你的族群内底有这金色因的人，较吉的，吼、哦，因讲到这，弥勒尊号，好。